有一天那个修门铃的师傅啊，他要去小明家修门铃，结果他按了老半天，那个都没有人来回应，所以师傅就很生气的回家了。哈，我再讲一次哦。嗯，有一天修门铃的师傅去小明家修门铃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知道那个刀子变不利要拿去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便利商店。啊，菜一话是吧？哎，老师要特别注意的考验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知道那个刀子变不利要拿去哪里吗？跟我吗？刀子变不利要拿去哪里？不知道。便利商店。啊，菜一挂是吧？哎，老师特别注意的考验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知道那个刀子变不利要拿去哪里吗？跟我吗？刀子变不利要拿去哪里？不知道。便利商店。